嚟到識賺嘅環節啦，揾嚟咗咧，楊安文投資總監兼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嘅客席副教授楊書健 Victor，我同我哋啊展望下啲收租股嘅前景啦。Hello，Victor 你好。Hello，Hadi。好啦，呢排啲市場個資金咧就追逐翻啲傳統嘅經濟股啊，咁啊誒收租啊、房託啊，我哋見到喺上個月尾嗰陣時咧，都喺個低位嗰度啊。跟住等都彈翻上嚟嘅。嗱、嗯，呢啲行業就傳統，我哋話喂，即係受住個疫情咧摧毀得比較嚴重。你見即係福布斯其實五月嘅。 時候都做咗個專題，誒、啊、戲院啦、商場啦、寫字樓嘅營運咧，就係、是、最被呢個疫情咧摧毀得緊要嘅。咁一講到呢啲行業嘅時候咧，大家自不然就會睇住個租任市場啊，特別商下嗰部分。咁啊，新聞都有講啦，即、就、係、是、似乎喺香港呢一邊咧，你見到 Expedia 租緊中環中心，即、就、係、是、文説有消息都話佢想揾人定做嚇。呢啲即係全部都比較傾向一啲負面嘅消息嚟嘅。嗱、嗯，講到呢個疫情都已經有大半年嘅時間啦。嗱，呢個疫情之下，大家好多時候生活上嘅模式都改變。 變咗嘅，咁<是>你啊，即係做咗個分析啦嚇，發現咗有三種嘅趨勢，一個就是 work from home，可能好多人都知過噶啦嚇。誒<是>、呃，零售嘅網絡即係、就是、上網買嘢，同埋上網開會嚇，呢<是>幾個趨勢，<是>你同我哋講下即係點樣睇到嗰個即係出現嘅情況咧？好啊，我諗其實三者最大咧都係誒 work from home 先啦，因為呢個就係影響到另外嗰兩樣啦。咁誒、呃、有一個調查就係、是、其實睇翻咧，依一樣嘢亦都唔係新發展嚟嘅，係誒、呃、因為。 啊！第一个就係有个 IBM 调查就话咧，佢而家問嘅就话有五成四嘅美国人咧就希望咧啊疫情完咗咧都可以大部分時間係 work from home。咁、嗯、你睇翻其实咧超过七成咧就话咧係希望咧間中可以 work from home。咁間中 work from home 嗰下咧其实咧喺現代社会咧慢慢你見到已经係成咗型嘅。咁你睇翻啲数据就係、是、就算喺疫情之前咧有大约两成半嘅高收入嘅白領咧喺美国咧係可以去。 Work f r 咁呢啲好多時就係管理層啦，亦都有啲係知識型嘅啦，即係律師啊、誒電腦工程師嗰啲，其實可以對住部電腦就做到工嗰啲人。咁你睇翻咧，另外一個誒研究咧就話咧，就算二零一七年嘅時候咧，有兩成嘅歐洲人咧，其實都係可以部分時間喺屋企做嘢嘅。咁其實解讀咧就係每週一次。咁呢一樣咧就係牽涉到咧就變咗，其實大家都多咗時間喺屋企啦。咁咧就變咗咧就網購就大。 咗啦，咁亦<是>都咧。另外就係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就是、因為除咗你話有好多係後勤嘅嘢，即、就、係、是、你嗰個 server 仔在邊，你係咪可以喺屋企嗰部電腦都睇翻晒屋企公司啲資料咁樣嗰啲之外咧，亦都係嗰個網絡嘅會議嗰個緊要性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會一路影響到所有唔同嘅商業啊地產咯。好啦，有三個趨勢，咁自不然大家就會問對於投資市場有啲咩啟示咧？咁你頭先講嗰幾樣嘢，我、哎、一 up 就諗到，喂呢一、这個大數據啦，即係。 物流啊，數據中心係其中之一啦，嚇上網買嘢咁可能就係講緊零售業嗰、那個即係、就是、重塑嗰個購物嘅經驗啦。嗯、另一個 Work from Home 就係講到寫字樓嘅佈局啦。咁先睇第一樣先，物流同埋數據中心嗱，的確因為喺疫情之下，特別喺外國咧，可能即、就、係、是、真係有好多人咧第一次去做網購嘅，<是>特別係一啲以前唔會做嘅，咁而家都迫於無奈要做啦。咁咁啊，類似呢一種咁嘅生態形成啦。誒、呃，我諗喺美國同埋可能新加坡啦，都有類似呢啲嘅 ETF 嘅嗱，睇、嗯。 佢哋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預測嗰個股息率都唔差嘅即係講緊三厘到五厘咁，係咪即係值得大家去真係關注一下咧？即係呢樣嘢係咪會繼續即係誒帶動到嚟緊個投資咧？嗯，其實我哋覺得係嘅，呢樣嘢就發。 升咗又係，其實個 trend 咧就好幾年噶啦，不過依一下咧就突然間爆炸性增長啦。咁你睇翻最簡單嘅就係、是、誒，我哋頭先講個福布斯個篇文啦，佢都列咗咧就係美國嘅網購咧，而家咧係去到十幾個 percent 嘅，即係誒成個經濟體每一百蚊嘅零售咧有十幾蚊咧係去咗網購嗰度，就係、是、台面誒就係而家誒畫面個張圖啦。<是>你睇下黑色個字咧就係、是、藍色個字咧就係個網購。咁你睇翻香港亦都一樣嘅，你最簡單就睇港市嘅交易。 佢由舊年十二月係二百零一個月二百零億咧，咁就升到二三四五月咧都係超過五億，咁變咗咧就係增長率,率其實係咁樣計嘅話咧係一倍以上嘅，咁變咗咧就係點解會喺依個狀況之下，物流中心同埋數據中心係會贏出嚟咧？咁咧就係最其中一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所謂網購其實我哋落咗單之後都要有人去執㗎。 咁佢執嗰個位置就好多時喺物流中心嗰度發生。咁尤其是現代嘅話，你一間細啲嘅，就算網士其實喺全球嚟講一間好細嘅網購公司，咁佢都係幾十萬個產品嘅。咁幾十萬件產品嘅話，你一定咧現代嚟講咧都係要靠機械人去去處理。咁機械人要可以做到執貨嗰下咧，或者管貨嗰下咧，都係要物流中心。咁所以就點解依日依尤其是依幾年咧，但係呢個 trend 都係廿年左右咧，就係啲現代嘅物流中心同以前啲。 貨倉貨倉就唔同啦，呢啲係講緊話成個倉裡面可能一萬尺都係冇柱嘅，<是>可能樓底好高嘅，咁啊、嗯、方便啲機械人出入嘅。依一類型嘅倉咧，其實就發展得很好好咁，所以就你頭先講個幾隻啦，新加坡有啲 Maple Tree 旗下嗰啲啦，<是>啊美國有幾隻啦，啊 <okay, S 2> 澳洲其實都有，Goodman 都有，咁啊日本都有，咁、嗯、就係呢啲物流嘅 r a t e 咧，反而而家可能就會做得好啲。好，咁但係網購就即係、就是、總不能完全取代咗人哋去 shopping 啊，即係即係始終會做嘅 shopping。 呢樣嘢咁咁，但係商場嘅出路就會唔會真係要諗下鬼仔呢？都會噶，因為誒嗱、呃，我哋睇完誒、啊、之後，其實我哋都成個行業都諗咗一輪嘅啦，唔係我哋咁、嗯、呢，就係、是、到最尾就發現，其實商場最特別嘅咩呢？佢係俾到一個人一個市集嘅感覺，咁所以呢，<是的 S 2> 就係將啲人聚埋喺一齊。所以你睇到外國其實佢做啲咩呢？例如日本。 啊！好多嘅百貨公司咧，佢哋到最尾咧，要將上面嗰兩層咧改咗做餐廳、餐飲業。咁你諗下，百貨公司但又做埋餐飲業咁樣，咁咧就變咗仍然吸引到人入去。 咁喺香港嘅话咧，商场 show 其实都系出面咗好多年啦。咁呢样嘢可能未来咧更加紧要啦，变咗一啲人去商场咧就系、是、饮啦、食啦，可能有啲诶、嗯、生活嘅嘢啦，跟住然之后咧就系、是、其实但系到最尾咧都系一个要同翻其他人吓、啊、相处嘅体验啦。<的>好啦，嗱另一样嘢改变咗，可能就系大家食嘢啊叫多種外卖嘅<的>送餐亦都多咗嘅。咁嗱呢样嘢亦都好直接影响到商场，因为商场有阵时啊，你啲食肆，又或者你诶、呃、真系嗰啲。 食店咁，咁佢哋會唔會個模式會變咗，亦都會影響到，例如以一啲即係食品相關一啲餐廳做主要收入來源，好似領展咁，呢、嗯、一類型都會有啲影響咧。都會嘅，因為誒嗱，呃、你聽到若果你越嚟越多啊，畫面睇到啦，誒、啊、food panda 嗰啲嘅話咧，咁 <是的 S 2> 你會出現嘅狀況就係、是、誒、呃，其實你唔需要一定喺個餐廳度俾佢噶嘛，咁變咗咧就係、是、餐廳通常咧誒、呃，如果而家你去揾一個。 誒專做商鋪嘅 agent 問佢啊，我想教間餐廳點做啊，佢就會教你。通常間餐廳呢，一半嘅位置就係坐客嘅，一半嘅位就係個廚房，咁就差唔多㗎啦。係<是>。咁但係若果你係慢慢越嚟越多喺呢啲外賣嘅服務嘅話呢無論係有人送埋，甚至乎可能係多啲人去你嗰度攞都好呢你就會變咗發現，你其實個位誒前面個位呢，同你個廚房嗰個比重又改變咗喎。咁若果係夠多嘅話，甚至乎呢你見到呢，其實大集團就一路都有嘅，就會有。 有啲食物工場。 將誒廚房嘅職能咧一部分咧搬咗去啲最平租嘅地方喺嗰度做，咁未來會唔會發生这件事呢樣嘢咧？就可能會影響到成個商場嗰個改變咁但係唔一定係差嘅，因為咧 <Okay. S 1> 上一次咧誒、嗯、當領展十幾年前喺房署嗰度攞到個盤之後咧，其中一樣最先做嘅嘢咧，佢哋咧就係將誒嗰啲大嘅茶樓一拆三，即、就、係、是、本嚟一間大茶樓成萬幾二萬尺，佢拆開三間餐廳咧，咁就變咗選擇多咗。未來因為佢要 要用少咗地方咧，即系每间餐厅用少咗地方，会唔会进一步咁样由一拆三变一拆五？咁都可能有利。 咁另外一樣咧就係細場啦，有好多細場或者死場係根本做唔到嘢嘅話，會但係佢都都係個啱嘅地區啊嘛，會唔會依啲咧反而咧啊嗰個將來咧有有個需求咧就可能誒係係可以值得留意啦。好，不過另外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就是、work from home 啊呢樣嘢可能對於一啲即係夾級寫字樓啊商廈嚟緊嘅需求仲有冇咁殷切咧，大家咧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啦。咁、嗯、我哋呢節咧都唔該晒 Victor 啊，同我哋做咗分析，我哋呢節嘅息贊環節嚟到呢度啦。